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。如果我是外星人的话，我会希望我有可以融化人们心中高墙的能力，因为我相信，如果更多人愿意融化他们因为恐惧或是怨恨筑起的那道高墙的话，我相信这个世界会更和平、更简单。Love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努林。如果我是外星人，具备什么特殊能力？我具备瞬间移动的能力，在疫情的期间，我可以瞬间移动到我们喜欢的风景区、各种风景名胜里面，然后也不会有病毒的干扰。